人们，请你们仔细听，认真，我没有那么笨，只不过还想听到心跳的回声。不要逼我打开记忆中蓝色笔记本，看见这学会坚强，学会避让和容忍，也学会自己面对着寒冷，却终于发现微笑渐渐的陌生。一样的剧本，我又扮演剧中人。静静陪我等，等每个。